阿嬷的牌还是很完整啊，就对啊，阿嬷都拿阿嬷牌，好羡慕哦。可是他这个东风，啊，选一张打没台的、啊，我可能打三四条啊。哦，好，对啊，很好，打了吧，三四条可以拆啊。啊，有接受到了啦。是啊，这种牌难得嘞，而且很完整嘞。对，而且主要是他就两碰完就听了。对，而且他七饼虽然是七饼边张了，但是他、不重要，六饼拿砍、啊。对，他拿六饼拿砍的。对，而且变成说三个碰子都碰到的话，又是七八饼的那个。很合理啊，他这个不需要，根本连想都不用想。再打，你碰听了，碰听了，天天的雄厚。红中没来，而且还可以碰转小螺丝。对啊，真的蒙起来大斗的，七筒还有三张呢。什么什么二饼，我还怕呀。七饼扣一张，还有两张，有两张。红中要来了吗？八万多了，要先走吗？走了，碰到了，起来。七饼吃七饼，目前看起来只有俊旭不会留而已。没有吃，打七掉四，谁跟他练？谁？修被告，修被告啦！哦，哈哈。你也不能说他选择错、因为他听六饼确实就是没了，那七饼就是放枪，听八饼啊，他是从上面打下来的。哦，他先哦先打九再打七。对啊，他如果从下面打上去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，八饼就很水喽、对啊，阿嬷报复心很重哦。对啊，你对点我，抓你一个魂色。哎呀、